立正，行礼，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啊，真欢喜咱两个又见面。啊，这两节，本来不是我讲的，本来是咱蒋维文教授要讲，但伊因为吼去国外嘛，啊去国外啊，回来只不过伫要开学啊，啊所以可能足无闲吼，啊袂得来，所以我就来讲这个政府的运作。啊，本来咱秘书长是希望我讲国家运转啦吼，啊我想来想去，国家的运转拢爱靠政府的运作安尼吼，啊当然咱嘛会讲。这个政府运作中间，人民安那去哦表示意见，这就是整个国家呢吼、哦。啊，我简单哦，先做一点钟较浅显的这个说明吼、哦。啊，然后我举例可能就较复杂。哦，举例的时候，我希望讲会当甲咱的生活较有密切关系吼、哦，啊是讲咱的甲咱的这个将来要改革的方向吼、哦、有关系的物件提出来讲安尼。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什么？吼、哦，国家是一群人有这个共同的意识，吼、哦，为了要达到伊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吼、哦，啊，大家组织一个政府，组织一个政府，吼、哦，由这个政府透过政策，透过公共行政啦、经济政策啦、哦、社会行政啦、经济行政方面的吼。哦啊，来管理这个人民生活的所在的天顶、地面、甲地下所有的工课，的这个社会组织安尼。这工课当然是要来改善咱的人民生活，所以这个社会组织就是叫做足大足大，就叫做国家啦吼。啊，传统啦，还是讲古典学派哈，古典学派，你讲诶，国家是啥物啊？哦，上早是讲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哦，这是一个传统的观念。但是之后啊，这个伫十七世纪的时候 ，John Locke 以后吼，伊甲将这个咱的一直甲卢梭啦吼、孟德斯鸠啦，因讲哎，国家是一个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就是讲，只要有共同意识的人。有这个共同体吼，生活圈也是共同体，这人组织一个政府来管理这事务，伊就是透过契约说，人民来订契约，哦，甲政府订一个契约，啊，然后成立一个宪法，啊，甲所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哦，法律的成立就是一个契约，然后政府甲人民共同来遵守这法律的规定。哦，安尼来运作，哦，这就是社会契约说啦，社会契约说。啊，但是到这个19世纪的时阵吼，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到迄个程度，足济劳工甲基层的农民受到剥削，所以马克思啊，吼，马克思的迄个一派人啊，社会主义者。伊就讲，国家毋是恁所讲的讲社会企业讲，哇，我人民基层的人民会当去诉求甲上面顶讲解决我上基层遮艰苦的问题，根本看来就是这个有力者有利者哦，资本主义者、小资产阶级以上者人哦，透过国家来剥削下阶层的人，所以伊讲国家是剥削的工具啊。剥削的工具，吼、哦，安尼有这两派，这两派观点完全无共款，完全无共款。然后当时这两派观点出来了，结果变作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甲共产主义的社会安尼分出来，因为无共的观点，社会契约说，哦，在这个自由主义甲新自由主义之下，一直发展到讲有欧洲的这个进步的社会。但是伊进步个啥？因为话采用讲过去，那么先人讲资本主义社会有影确实吼、哦、有剥削到咱的基层者诶劳工农民的吼、哦，所以伊话渐渐接受这社会主义的观点，
开始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跟社会民主党，哦，来改进伊个问题，讲卖超过程度来剥削者下阶层的人民，所以规定啥，袂使有童工，袂使讲哦，伊那工袂使做，哦，袂使剥削这个俘虏，哦，啊，另外就开始有建立一套新的好的一个社会福利的制度。当然，这是1890年啊，德国开始。哦，就这个社会福利的制度，然后欧洲就开始流行，拢来建立这个好的社会福利的制度。刚才美国的时阵，哦，美国较慢，是1935年开始。美国迄阵较慢是安尼讲，对1935年开始，因为1929年的时阵，哦，会使讲美国伫1890年的时阵啊，美国开始变作一个真工业化的国家，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工课通做。伊个迄个，即个工业个生产一直咧成长，经济发展非常快速。因为到1890年个时喏，美国个发展完全是因为铁路个建设、铁路建设、铁路建设是美国个迄、那个经济吼、哦、经济起飞个火车头啦，哦，火车作为火车头作用。哎、啊，迄、那个1890年以后，伊铁路个系统拢出来了，咱个想看卖。对东岸甲西岸5000公里，即开了铁路开了开几啊条以后啊，伊整个资源的流通非常快速，啊，然后每一个人拢有工课通做，啊，欠劳工，所以欧洲足侪人就要甲美国，哦，搬来甲美国，即、这个因为欧洲较有战乱，啊，拢来甲美国即个所在来从事新的生活，啊，然后大家拢生活拢改善，哦，啊，所以美国一直甲1929年的时阵啊，即、这个咱的第一届。世界性的这个经济危机，就是讲，或者咱的Great Depression 哈 ，Great Depression 的时候哈，啊，伊才开始想讲，哎，我应该爱啥？爱大政府，爱来做一寡啥社会福利的工课，啊，来做一寡大建设。所以，迄当阵开始，1935年开始有这个 Social Security Act， 就是社会安全法案，就社会安全立法开始，就即摆 Payroll Tax。啊，最近这足重要。奥巴马讲，我 payroll tax 要甲减半啦。payroll tax 都开始的时阵，1.5% 哦，一直增加到最近以来上悬到15%。就是讲，你工人赚100块的时阵哦，升到15块的这个薪水代税啦。payroll tax 叫做薪啊，咱的薪水袋啊吼，哦，咱的薪水的迄个袋啊内底，你100块赚100块，先甲你抽15块的税，这15块就是哈。做咱的老人年金的，哦，做 Medicaid 的，哦，这个医疗保险、医疗照护方面呢，做啥？做残障的补助，哦，做迄、那个，这个老人的补助，哦，还是讲单亲家庭，哦，单亲家庭，这个先生走去啊，啊，这个咱的太太老了，啊，家己呢，啊，家己呢，哇，2-3岁呢，啊，所以就会当去申请补助，对这个，所以。Security Act SSA 啦吼，这个申请补助会当有，甲补助到一个囡仔会当大到18岁满，啊才停止补助。所以咱看做啥呢？伫美国有一个现象，因为这个补助足好嘛，所以有的黑人的太太吼，即摆吼，甲一个查甫生一个囡仔，啊就甲伊离婚啊，啊就然后领补助金，领到这个囡仔18岁，18岁了，佫嫁一个，佫生一个囡仔，佫领18岁，佫领18当，拄嫁三个翁，生3个囝。都回家54当，哦，啊！然后咱嘛看美国的现象，有诶查甫人哦，就到处流种，到处生小孩，啊，所以吼、哦，黑人咧生团结足紧，就是安尼。这是笑话了，就讲、是，讲美国的 SSA 对1935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980的时阵啊，都经济学家讲，哦，安尼补落去的时吼。过50当，咱财政就拖垮啦，所以一定要改革，就是讲消费社会福利变作有这款的弊端就对了吼，这嘛是问题啦吼。啊，我即摆要讲的就是讲，要安那来分清楚，这个政府的运作，还是讲国家的运作，哦，资本主义社会，甲这个咱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差别伫倒位所在吼，基本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运作，也是讲经济运作，哦，基本上拢是
有一个真重要的，有四个项目很重要，这个就是叫 information、哦、你这个特别是经济生活里面需要讯息，这个讯息、哦、决定于啥？决定于说、哦、你这个什么人提供、哦、还是说什么人可以得到这个讯息、哦、还是讯息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大家、哦、都是自由民主、哦，决定这个讯息安那去获得，哦，啊去争取，哦，去迄、那个去搜寻，啊，但社会主义社会，伊是完全计划，我经济计划，经济计划时，就讲我要安那做，安那做，安那做，是透过一个中央委员会、中央计划委员会来决定的。啊，但资本主义社会唔是安尼，哦，伊是比较像自由民主，哦，所以讯息沟通是非常的频繁，频繁啦、啊。哦，真频繁，啊，然后伊这个新闻自由，哦，会当随时发布最新的消息出来，大家拢看得到，获得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安尼，伊暗喇叭，决策是暗喇叭的，是中央计划委员会引了解，啊，然后才哦通知相关单位，啊，然后底下的人民是完全唔知，无都真清楚，这是讯息的迄个结构，嘿，两个社会不同款的所在。我的决策哦 ，decision making， 决策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是分权的，哦，个人主义重视个人主义，但是伫这个咱的共产主义社会，伊就是集权的，集中在中央决策委员会，啊，是讲集中在中央计划委员会内底，哦，所以是集体意的，集体合意的，哦，讲说人民民主，水上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个人决定，一个人决定就算了，类似安尼，所以决策单位是不一样。啊，资本主义社会是透过底层起来，民意足重要，民意可以影响国会，国会政策可以影响这个行政权，对吧？立法权也当影响行政权。那伫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国会至上，哦，那就英国的国会，哦。什么代志拢会当做，干那袂用生囝，哦，国语是讲，迄、那个汉语讲，英国的国会是无所不能，只是他不能够生儿育女，哦，安尼俩，所以可见讲一个民主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伊是国会权力足大的，哦，美国嘛是同款安尼吼，这是决策的结果完全无同款，但伫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内底，伊是政治局常委，哦。政治局常委哦，以拥有最大的决策权啊，所以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啊，咱来看过就是诱因系统，叫做 incentive 哦。阮第一遍是 information， 过来 decision making， 第三个是 incentive。incentive 是喏，市场哦由市场来决定，资本主义社会是市场来决定讲你要生产啥物，市场放出来的消息，就讲价格是。由供给甲需求来决定的，假使需求若增加的时候，价格就咧提悬啊。所以，这个价格咧提，价效咧提悬的时候啊，供给者就知影讲，哦，即摆的时候大家拢想要这个物，所以我就增加生产。所以，这个讯息就是安尼一摆，透过市场的这个自由市场的运作，哦，也调整嘛，市场的调整。假使供供给若减少，或者是讲生产也足济的时候。介绍就落落来的时阵吼，啊，然后供给者就知影讲，哦，即摆量伤济啊，我应该缩小我的生产的数量，安尼啊，所以就和迄个介绍稍微维持伫本来迄个较合理的介绍的所在，哦，啊，所以对这个消费者嘛，同款，消费者讲，哎，介绍一直咧关起来先，假使供给若无增加，我是毋是爱去抢购？哦，我肯定去排队。哦，看去买物件之外，洪台得要来，先去这个百货公司看买一寡咱需要物件。哦，伊洪讲真正洪台来的时吼，哎，蔬菜介绍起一杯、两杯、三杯啦，哦，类似安尼。哦，所以这个市场的这个市场的变化，随时都会当影响到咱的人的生活、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的生活。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由市场的社会。但是共产社会呢，唔是安尼。共产主义的社会是计划，所有的计划拢是规定的。
社会计上拢是规定的时阵，然后所有要生产偌济量，嘛拢规定互你。假使讲，哦，我是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中央计划委员会，啊，各位是拢即个国营事业，是地方的迄、那个企业，然后我就一个命令讲，哎、欸，你家生产无我规定，规定规定无啊，一年内底你的责任就家生产一百万顶的无啊，哦，啊，无啥人你无即个公司你家生产。一英领的衫，哦，你家穿一英领的裤，类似安尼，啊，佫规定色彩啦、颜色啦，有诶无物件拢爱规定，啊，你生产几个料啊，几个料安尼来配合，啊，大家来安尼生产所有要爱的物件，啊，所以是安尼讲，中国共产党经过数十年，哦，对1949年革命成功，甲1978年30年中间，经济效率这样低。就是因为这个计数定一个上低，因为因的主张就是讲，既然国家是剥削的工具，那么利息嘛是剥削的物件咧，所以吼、哦，因利息足低，哦，共产主义的社会利息足低，因讲哦，这利息这个物件是不合理的，是资本家咧剥削这个需要资金的人啊，所以吼、哦，给创啊足低，啊足低的时阵啊。造成讲所有无必要的建设拢甲做落，哦，叫做年年拢咧 over investment， 就是讲投资过度，年年拢咧投资过度，啊，所以伊效率就无多三星，叫做无效率的迄个，非常哦，经济无效率的这个生产出来物件，有的是哦，堆积规山，无人要爱，哦，啊，有的就是讲。是啊，是啊，人欠干，人所需要物件啊，无法度生产出来。因啥？伊拢或者框框架架，吼、哦，啊，拢改改掉咧。那是讲即摆规定讲，哎，今年你即摆做的衫都爱黄色的，哎，啊，即摆黄色的布都欠咧，哎，布厂都做袂出来咧，所以无黄色的布啊，但是有红色的呢，讲无咧做红色会使无？袂使。哦，哦，即款类似即款的，所以伊就市场无法度随时调整市场的需要。啊、所以就造成欠缺、哦啊、所以这个伊经济运作就非常歹。改革开放就是讲要打破这个观念、哦、甚至讲伊土地是国有的、啊、土地国有哦，不是像咱讲啊，土地是所有权是掌握在私人的手中。伊土地国有的时阵，参农民的土地，拢爱大家集中生产的时候，就是那么就是人民公社的做法，就是讲啊，你看咱认真做。啊，是讲你贫端伫咧带动的时候，大家拢食平济，啊，所以足侪人都拢贫端，啊，贫端的时候生产就歹，哦，生产量就无够，啊，就变成一穷二白，哦，这是第三个这个诱因系统，对吧？它第一个就讲讯息的系统，过来就讲决策的系统，过来就是诱因系统，第四个就是协调的系统，协调是 coordination， 哦，协调 coordination 爱基于你的讯息甲决策。哦，伫资本主义社会，迄个协调是完全靠啥？靠大家自动自发，叫自愿交换的原则。个人为着伊个人的利益，自愿去做代志。哦，啊，但是伫迄个共产主义社会，伊毋是安尼，伊用指派、用指令的，你都要甲做几点钟，你都要甲做啥物工课，你都要甲做几分，用指令的，哦。啊、所以指令的时候，大家就会怠工啦、怠惰 ，shrink 哦，做工课时的 shrink， 会迄款的怠工。啊，所以实在是好，我伫遐甲你做，但是我就是无认真啦，所以伊品质拢足歹。哦，中国社会生产出来物件，伫共产党迄个中央计划的迄个制度之下，生产出来品质拢怎，因拢怠惰。哦，美国嘛。资本主义也不一定都一定拢安尼哦，嘛不一定拢效率拢足好。美国有一个阶段嘛，非常品质非常歹。同款的汽车，日本去的、德国去的，品质拢足好。面面角角，哦，小所在拢足注意的。1980年的时候，美国汽车卖袂出啥啦，伊足侪足粗鲁的所在，因为伊的工人，就是互伊这个薪水啊，可能无够济。就是讲，因为日本的汽车甲些汽车之外了，
美国汽车歹卖嘛，啊，老板无啥趁钱，所以工人的薪水就无够悬，无够悬的时候，遐工人特别是黑人，就来怠惰，就来怠惰。你做这工的时候，因有个平单，啊，平单结果伊这个产品出来就较粗鲁，哦，汽明明是汽车，明明是30,000一台汽车，日本车就绕到的，哦，系列车就绕到的，美国车就较粗鲁，哦。较粗咯，所以先，伊1980年的时候，伊的生产力开始降低，甲这个伊这个经济发展有关系，甲国际竞争有关系吼。啊，但是因真紧就开始调整，爱科卡就是因为调整 GM， 所以变成一个讲真正成功的典范了吼。啊，这个重点就是讲，咱甲这个物件甲看下讲，无同款的这个讯息系统、决策系统。诱因系统甲协调系统造成无同款的国家，甲无同款的政府，甲无同款的人民生活，是安尼。吼、哦，我先对这个讲起这個、较少人去听这个问题，吼、哦，较少人讲这个问题。啊，用这個、咱来看讲，头先咱回过头来看讲，国家的运作是安怎运作？啥是国家运作？完全伫政府，完全伫政府，政府的运作。就是整个国家的运作，因为政府运作不难免跟人民有一个互动，啊，要安怎互动？上台先，咱讲政府安怎组成？政府组成分作三个部分，一个就是行政单位。伫传统的落后国家、落后国家，啊，是中华民中国的这个5000年历史内底，是行政权独大，行政权独大，伊无啥物说啥物讲立法权。嘛，无啥物另外的司法权，无啥物司法独立的问题，嘛无啥物立法机关独立的问题，完全伫行政手中。皇帝一个命令落来，大家拢爱做。啊，皇帝派这个啥物监察使，还是讲这个各所在他们节度使啦，过去的吼，节度使还是讲巡抚啦，还是讲这个啥是代表省长啥，这个巡抚啦吼。啊，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伊三个权总落伫巡抚身。哦，你看，咱看这个包青天，迄些是假，电视讲的遐包青天假。中国从来无包，从来就无包青天，因为吼、哦，伊行政权在握，立法权在握，然后司法权在握，要何你死就何你死，要何你活就何你活。啊，人唔是圣人啊，啊，所以包青天这个剧本啊，完全是家己编的骗大人讲，我中国有这款的人。5000年历史，干一个包青天，你有可能讲中国人生活偌凄惨、偌艰苦吼、哦？啊，所以你也看，咱也看讲，伊行政、立法、甲司法完全包在一个人手中啊！啊，这个省，这个省长，大行拢管啊，这个官，哦，这个官令，哦，伊总包行政、司法、立法总包哦，所以唔只讲诶。迄个，咱看《三国演义》内底，哦，有讲张飞去拍迄个关羽啊，哦，张飞去拍迄个关羽，因为关羽总包嘛，哦，迄、那个关羽总包，啊，所以哦，这个张飞敢来做是因为啥？伊就是这个刘备的结拜兄弟嘛，啊，换了别人哪敢去拍迄个关羽吼，就是安尼。啊，咱看这個行政权有三个重要的行政的系统，这個、就是公共行政，要来管理这政府的。人事预算，哦，人事预算，哦，啊，要安尼去监督这个政务单位所作所为的，要安尼去考核伊的绩效、绩效，考核他的绩效，啊，这是公共行政的部分。过来就是经济行政，甲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影响到每一个人生活的改善未改善。这经济行政就足大的，有金融政策、汇率政策。哦，经济政策、汇率政策影响到咱的工商界，影响到咱人民的生活。过来有农业政策啦、工业政策啦、商业政策啥，无一政策即拢是，即拢属于经济行政。所以经济行政是足大足大的哦，一范围哦。啊，过来就是社会行政，社会行政吼、哦，哦，这个就是讲社会福利的政策。伫美国，教育属于社会行政。哦，啊，若伫咱台湾可能是放咧公共行政，哦，
甲美国过去叫做伊叫做卫生教育福利部，卫生教育福利部甲教育放咧内底。啊，实在是教育这个物件，未使由中央来经过控制。台湾六十几年来，对1945年、1946年以来，中华民国体制一直咧控制教育，透过教育来甲咱本土台湾人洗脑。啊，洗到这当阵，大家煞怎啊脑筋煞僵固伫迄内底啊？伫足侪国民党个屎，即对咱今仔个上头疼个所在。哦，咱一定爱甲遮国民党遮垃圾物，一步一步爱甲清除。啊，要甲清除这个物件，需要媒体。咱遮上困难个，对咱无媒体。咱有一个另一个《自由时报》，咱有另一个《三立》。诶，这个电视台也是讲民视，但是你也看，不管是电视台或者是自由时报，照常，哦，照常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看伫咱整个台湾，咧甲咱翕咱整个这个有关这个讯息方面咧，所有国际方面发生的大代志，甲咱台湾有关咧。那对中华民国不利的，拢无报道。所以最近差不多7月以后啊，到6月底、7月以后、7月7以后，我都拢无订报纸。我进前要讲啊，因为吼有迄款嘞，慈善团体啊，慈善团体来甲拜托讲啊，你甲订一个月《自由时报》啦，你甲订一个月《联合报》啦，啊，我就轮流安尼订咯，轮流安尼订，订到7月7，我决心总袂订。讲好啦，恁欠钱我管，吼、哦，300块、600块我管，但是卖甲送报纸，因为那送报纸去，那会么？我加订咯啦，订地，因为我得当看内底有啥物消息啦、啊，啥物新闻会当看，我拢垃圾，拢是垃圾新闻，垃圾新闻，不如我来看 CNN， 哦，不如我看 Discovery， 不如我看 National Geographic， 哦，我看这三台比看这报纸较好。哦，我看报纸，目睭会疼。我看电视真轻松。哦，我就甲伊讲，唔通过来啊！欠钱，我捐300，啊捐600，无要紧。但报纸卖来，拜托，因为来的时候污染我的厝。哦，伊讲啥呐？讲足重要的国际消息，恁拢袂听。主席无嘛呢？啊，更不用说联合报了哈、哦。啊，拢甲你扭曲，那顶的时候拢甲你扭曲、扭曲事实。骗台湾人、哦、所以我无啥爱阁看。这是咱行政方面咧，哦，过来就是这个司法方面咧，哦，司法方面当然咱将来嘛爱有这个最高法院，哦，大法官、大法官会议，那像美国嘛大法官，但是大法官绝对唔是政治抽用诶。台湾对我捌事以后，我所看的大法官拢是政治抽用。所以有人讲，哇、哦，某些人做大法官不得了。我一个同学做大法官，哦，阮开同学会时，大家乌鲁干呢，我连一句话拢无，我拢点点。迄表示啥？迄表示伊脑海内底底足侪国民党的屎嘛，无哪有可能马英九叫伊做大法官呢？哦，啊，当然伊是读政治哲，司法，法哲学啦，法哲学，哦、法律哲学，哦，呆呆迄个。博士班毕业的吼，就是讲，咱对中华民国的官员，哦，那是特别是这个国民党时代去做官的，咱拢爱给打个折扣。偏偏是台湾人，看起来嘛不是一流的人才，但是官呐做遐大，一定是头壳内底在国民党赛底比咱较济的关系，唔是讲伊。底新的观念，为民为国的观念底较济，还是讲伊能力比人较好，是因为伊底国民党赛底较济，所讲的话拢是啊国民党嘛。哦，那看伊里的人才不甘心啦，唔愿去啊国民党，所以伊连一官半职拢无，甚至伊徛起来去啊国民党作对，讲我要甲你挨了刀，这款人你爱关，你爱讲阿生的，甚至你爱枪杀的。即咱来个尊敬呢，咱来个尊敬，哦，有这个勇气，
伫国民党赐宴诶，迄个赐宴中天的时阵，起来改，也起来改反对，这是足大的勇气甲勇敢呢。我看足侪立赢的人拢是安尼啦，这是咱今日吼，会讲会当感觉讲，你传递咱台湾人这里、個、迄、那个硬骨的精神啦、啊，应景的精神啦、啊，哦，迄就值得咱个学路。但是伫国民党做官的，真侪拢学了木侪，唔是真正一流的人才，拢是因为伊伫国民党势力较侪，伊敢讲出这个谄媚国民党的话，写谄媚国民党的文章。我唔爱讲名，因为我有同学吼，太太安尼吼，安尼一直讲，这个中华民国拥有台湾的主权，文章写足济，啊，然后一直讲开罗宣言、甲台北合一，都已经定位台湾就是割给中华民国啦，所以中华民国绝对拥有这个台湾的主权哦，啊，然后。伊就做官嘛，啊嘛做足大个，啊嘛做足大个。啊，但是若讲用咱这个法律论述甲检验起来，是一文不值啊。啊，若摕去国际社会，要较讲不出去吼、哦。啊，不管咱啦，就是讲这个讲到这个司法里面，咱讲大法官。历届大法官大部分拢是政治簇拥的，咱将来希望讲，咱大法官一定真正是真才实学，一定对这个法律哲学足特的，对咱的宪法的基本精神足了解。那想讲，像咱头先何瑞贤讲的，我对第一届甲即摆安尼，逐届拢听伊讲，伊讲的内容足丰富，真多样性，今日讲遮，明仔再讲遐，拢无啥共款。大同小异，基本的精神拢无变，但是伊讲的角度足阔足阔足阔，我大概拢真认真甲听。吼、哦，何瑞贤讲遮，对讲咱将来咱嘛希望讲，咱高中先开始都要读宪法，也是讲台湾基本法，吼、哦，读好即体的判例判例嘛要读足济，真了解遮法律的关系。然后要有即款的人才来做大法官，然后咱法院的这个。这个司法制度，咱嘛爱专门甲改，检察系统嘛专门甲改，全面拢甲改变过来，一定爱和司法独立吧。今日台湾的乱架呢，就是司法完全拢伫行政系统的控制之下，所以柯水伫则讲，法院是国民党开的，因为国民党的行政力量足大，有钱分你是咧骗人诶，哦，根本就是。在行政权独大之下，五权在那里运作而已，司法完全掌控，司法是变成控制台湾，社会控制，思想控制，哦，自由控制，以这个人权控制，以这个方面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有钱的判生，无钱的判死，同款两个人犯同款的罪跟案，但是你若是立哪样的无罪，你若立赢就有罪。你也是国民党的赛地足济就无罪，有关系就没关系。你也无在国民党赛，你写文章，你讲的话是咧介抵触的，那就是有罪。我迄本册内底，张梅和你迄本册内底，有写了讲，我伫美国读册时，这个学生甲我打小报告，啊，我就收无着阮太太的批，阮太太嘛收无我的批，啊，我那来足紧张的，像这个人吼，逐礼拜拢写一张批转来呢。啊，是安那规一两个月拢无写批转来，阮太太着急啊，总啊写一两批，去予我的同学，对伊的同事甲我讲的学校，哦，啊问，甲伊迄同事问讲，哎、欸，啊，阮头家吼两个月外话拢无写批转来，进前拢逐礼拜拢写一两批呢，才两个月拢无写批转来，你是毋是发生车祸啊？啊，是伊破病翘起啊啦，夭寿啊！我就知影讲，啊，这技校生吼、哦、一堆吼、哦。直接甲我打小报告，我唔知道到底唔知道什么所在吼，啊啊，讲到话无适当啊，安尼吼，甲打小报告呢，哦，啊，所以我就开始对查，我就开始查，哎、欸，强都强，我巴提摩都离迄个华盛顿 DC 足近的嘛吼，45迈，哎、欸，我去参加迄个 DC 的活动的时候，拄到一个协调会的官员啦吼，迄是。
我读研究所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就识识姓杨，我就甲讲我这个代志。哎呦，我甲你查看，我来查看麦。查无几工了，伊就敲电话讲：“哎、欸，你阿人，我来查清楚呢。哦，我去甲你问吼、哦，这个住在协调会内底，诶，这底哩有关这个安全人员了、啊，这科长哦是政府部派来呢。”就有权的，就有力量。伊话你也按查清楚啦，哦，你也按无代志啊啦，哦，讲我按查清楚啊，哎，看下无代志安尼啦。哦，一个讲无代志，然后讲，哦，阮太太规堆批哦，加十方的批拢，到我拢收着啊咧。啊，无偌久我收到阮太太批，哦，啊，你的批所有的十几张的批我拢收着啊咧。安尼啊，啊，你啊想看？你看这个学生多优秀呢，啊，我也没说什么话啊、哦、因为我是知道说啊，这个地方都很保守嘛 John Hopkins、哦、我是说啊，这都很保守啊，都什么中国人在占权嘛，中国、所以台湾的同学会是叫中国同学会，所有这干部都中国人啊，台湾人是只做配工而已，啊就带中国部的才跟他们做会嘛，啊，刚才招手两三个吼，台湾人相濡以沫，你知道吧？啊，所以就我就讲讲安尼，我第一遍的迄个欢迎新生同的迄、那个迄、那個、同学会时，我去亮相者食一个物件，我就走，我就袂爱参加，我就讲无啥爱，无啥爱，啊，就有人开始咧甲我查东查西，啊，这资料拢会送来送去的啊，查东查西，想我过去是安尼，我读台大政治系呐，无爱。我加入国民党，这拢有记录的。啊，就伫青红岭被逼加入的时阵吼，哎、欸，啊，拢爱参加活动，啊，嘛爱交钱，哎、欸，这有问题哦。所以到倒位拢有这下先来给他查。啊，我就将这个物件写到册内底，写到册内底，哎、欸，啊，所以有遐这下先看到呢，哦，就这几个给他告个翻译去，2000块开始告，告个2000块9年哦，才刷啊刷先。我都爱赔呢，伊要求100万呢，讲伊毋是这学生，叫我提证据。我法官讲，我要提证据，你来去查、啊，对不？这种机密档案，咱也看得到，外口人看得到。我已经收集、尽量收集有关的资料给你啊。哦，就是讲，伊有这学生，也是伊迄个党部，伊是党小组嘛，党小组的小组长，拢爱去记录，这是台湾来的学生，也是中国来的学生。伊个行为，伊讲啥？这记录表我拢摕，我拢共偷，拢共偷着呢。我拢甲伊摕着，用迄个办法，用一办法甲摕着吼。啊，然后我嘛看到讲有一挂证件，是咧讲伊这个特务机关安那去刺探咱本土台湾人，也是讲台湾同胞同乡会内底遮资料啥有诶无？啊，用思想啊，言谈，我会当摕着遮已经不得了呢。我讲迄个人是毋是遮学生？是应该你去查，你去问迄个咱诶。海工会，或者是这个调查局的嘛，有调查局派出的人啊，你去调查这人，有调查局背景，你去查调查局，哦，无调查背景，你去调查海工会，讲是不是这个人是这学生，不是我的责任吗？我无多举证啊，我已经提出这资料，已经是足济啊呢。哎，结果吼、哦，初审甲判，爱罚30万，哦。哎，看讲我有罪了，判断我是或者加重诽谤罪，迄是刑法啦吼。啊，刑法结束了，就爱上民法嘛。民法讲判叫我赔30万，啊，佫顶波再改道歉。哦，我2000块9年是也是开甲空空啊，都咧无钱啊，佫都爱开迄50万啦，开总共爱50万，是重唔甘我咧，哦，啊。结果定案的时候，我开50万，啊，佮加重诽谤罪是挂在身上。但是我当时感觉讲，这嘛是对我一个考验啊，更加坚定我对国民党反抗国民党的意志啊。你啊，感觉这足不公平的，这个法院安尼宣判，高庭法院的法官甲我讲啥？哦，蔡教授，你的书我拢看过了呢，我看了吼，真甘心呢。确实，咱知影吼有迄个借学生的制度，但是我袂使判你无罪啊！我袂使判你无罪啊！我嘛足同情伊啊，伊足艰苦的啊！
哦，我讲啊，你当甲判较少咧无？30万甲变成5万啊？无法度呢，因为初审就甲你判30万，我嘛无法度甲你，哦，无啥物真充分的理由讲，我讲会甲你判较少咧，啊，你忍耐一下，哦，伊讲足同情我咧，叫我都要忍耐，啊，我无法度忍耐，所以我就走来这个所在，啊，可怜咱林志升秘书长甲何瑞贤的力量，啊，希望有一天真正讲甲国民党赶走。啊，所以讲，我想要甲国民党赶走，对我17、18岁就安尼想啊。17、18岁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吼、哦、早熟啊，我早熟的男生啊，我就很早熟，我知影讲，国民党统治台湾是无正当性、无合法性。哦，我有另外两个同学，我嘛唔知道到底伊是毋是好学生。哦，看到讲我吼、哦，平常拢足认真读册，我拢读政理学啊。啊，迄阵开始为了要了解国民党嘛读，哦，国父思想，哦，迄孙中山的迄原著我拢摕来看，摕去教室咧看咧，伊拢知影我咧读这呢。哦，来甲我讲说，咱是毋是吼、哦、来组织一个团体吼、哦，立志甲大甲国民党引导？我惊到尾时，我拢唔敢表示意见。我想一直唔使咧甲试探无咧，因啥高中时代都已经有职业学生啊咧，唔是甲大学时代咧，哦，所以你看伫迄个阶段，伫蒋介石、蒋家政权如日中天的时阵，阮这个年龄少年时代是偌有准咧。我代志的时候警告讲，你唔通阁胡白讲，你阁胡白讲哦，咱蒋学生一工干唔拢咧监督你哦，讲你读政治系，唔加入国民党哦，啊，佮加入国民党，佮拢袂插伊，袂开会，也袂交钱的。一工干唔咧检讨你，我去两届拢讲，甲蔡志贤提出来讨论，提出来检讨是安怎这個人啊，安尼独来独往，拢袂甲人来往。我只有独来独往啊，因为你若甲来往，你会害着别人啊。我知影讲，这学生拢咧甲我跟随，哦，资料拢我人啊都会送啊都会安尼，哦，教官嘛拢咧甲注意，哦，真无自由呢。这年受束缚呢，哦，我想讲，迄当阵要少年，都爱吼，教咱的语义，哦，读较侪册嘞吼，啊，有一天咱有发言权的时候，才来改变，哦，就是安尼，爱认真去拍拼就对，哦，所以咱看，将来咱这个法院的体制拢要改变，和每一个法官爱有担当，袂使我看。我真了解你的苦楚，我了解你受冤枉，迄个人确实职业学生，但我袂使判伊是职业学生啊，惊嘛！伊即判了时，伊无法度升官，甚至哦，伊考试拢一直拼的，啊，就害了了，对伊来讲，就前途乌暗的，乌有去啊！因为啥？伊唔知影咱的论述，唔知影讲咱这边甲国民党赶走啊，伊还是咧烦恼讲，国民党一直刷落去，啊，我才40几岁尔咧。我只要能甲你判你无罪，啊，迄人是职业学生，啊，我后摆我啊后半生后摆变安怎？我当做我75、85呢？还是考虑时间利益啊？啊，是啥？所有宣判决书拢爱伊个缅甸人来批核，啊，缅甸个人一定是国民党个势低足济嘛，所以咱看这个司法那无解台湾就无前途啦。所以咱将来一定爱三权分立，司法一定要独立，哦，检察官一定爱素质爱好。要公平、公正、公开，啊！司法官咧审判的时候，嘛袂使讲，我知影你真冤枉，我知影你真吃亏，吼、哦，我了解你无唔对，啊！但是我袂使判你无罪，那有这款的代志，那有这款的代志，啊！变成咱都要同情迄个法官呢，哈、啊！哎嘛，就要甲咱同情呢，伫中华民国体制底下，咱嘛就要同情迄个法官判咱有罪，啊！伊嘛讲同情拢咱吃亏呢。伊嘛爱同情咱，就啊，拢偏偏拢本土台湾人，伫迄个体制底下，咱都爱安尼做俩。而且将来咱一定爱甲改掉，无甲改掉，咱民政府袂帮你刷，安尼想吼。所以，这个三权分立，咱一定爱做甲到，啊，咱司法一定爱独立。今仔日台湾政治乱，社会乱，经济乱。拢是因为司法无独立啦。有人讲，即个司法已经继续独立，即个少年都无去管伊迄套呢。但少年呢，新出来即个少年呢，嘛是共款呢。因为你最后判决书是缅甸的人咧批，缅甸迄人要做迄个
主任检察官的时候，主任法官迄、主审的法官的时候，一定是拢思想考核，搁考核科学，那个科学绝对是对国民党忠诚，对中华民国体制是赞成的，伊才有会升官呢。有当时啊，难免有少数的人是老忘之鱼啦，但是足少数，足少数啦，哦，足少数，足少数。过来，咱来看讲，政府是变哪治理？政府治理分两层，一层是中央的治理，中央部分就是咱的全国性的，上重要的工作就是国防、外交、甲司法，这是公共财啊。中央政府这三上重要哦啊，这个物件叫做纯粹公共财 ，pure public good， 由中央来提供的国防、外交甲这个。这个司法，但是咱民政府将来是国防外交完全委托这个美国军政府来处理，所以咱就先足一个经费的，起码按目前的这个中央预算来讲，可能先5000亿啊，先4-5千亿啊，所以咱秘书长讲，18岁以上会当配属一间厝会，不是无可能啊，因咱增加足一个收入，然后咱先这4-5千亿。就会当做足济代志，但是要做足济代志的条件，就是讲绝对无贪污。台湾提供足济钱，予中华民国去做代志，但是一半以上贪了去啊，一半以上落在底入去啊。特别是任何这个硬体建设，1000万开出去，300万到400万落去，其他拢分了了。一个工程要发包以前。协调，啥都要协调遐久，因为你画趴欠嘛，利益要来分配，假设100亿的工程，才30亿落去尔呢，这70亿要来分，要来去分，啥物人分偌济，啥人分偌济，啥人分偌济，包括司法系统嘛要分，调查系统也要分，哦，政府官也要分，议员也要分，立法委员也要分。安尼落去，70亿变来分袂好势先，就造成老板又会事件。所以一定要分较好势，大家拢同意了，才有发包啦。代志就是安尼啊。是安尼，老板迄事件，老板迄个时阵，从电力发展起来时吼，税收超收啊。伫1997年以前，1989年一直到1986、1987的时候发生事件时，这中间的10年增加100亿的税收，中央政府超过伊的预算的收入以外，增加100亿，因为伊的土地一直咧转移的时候，爱土地增了税，干那土地增了税，增加差不多100亿，迄利益遮大，要安那开对倒去，小巨蛋。哦，啊，搁在迄个即摆现出时，桃园迄个科学公园区的海边，迄个300-400公顷，迄沙洲，迄种当咧建筑业都咧发展的时候，沙洲欠的时候，对海边的田拢甲乌沙洲，乌到去乌沙洲，提卖的时候，搁对台北地区哦各所在的这个废沙废石吼，废弃物啊，拢甲踏落，再搁用土甲往一顶安尼起来。两边收钱，游说税，管政府游说税，你个分配有问题，所以才有人派人去给他抬死啊。拢种死七个人，一个受伤的无死，出来拢唔敢讲啊。你看这个乌到这个程度，哦，而且将来吼，咱原则上爱把掉，就讲民政府的官员，那是贪污，死落一条，枪杀。即大家爱了解这个问题，绝对袂使贪污。今日台湾创袂好，就是贪污腐化。啊，然后司法无独立，所以我都判伊贪污腐化。因为伊若国民党个人，伊就爱留他一手，你知无？有关系嘛？爱留他一手啊，反正是马英九个人呢。哦，啊，所以真少这个贪污犯哦，真正讲判重罪，啊，无就是睁眼闭眼回头路走去啊，你爱袂着，像吴泽言安尼。哦，有办法个人总是贪污较济拢无要紧。无办法嘞，贪伊5000块，你都要走路。
这是中央的迄个地理啦吼。啊，地方的地理，我过来中地方的地理，就是讲地方吼的政策由地方吼来执行。啊，地方重要就是治安、教育、公园绿地的建设、道路，哦，大部分拢是遮。啊，这个的物件吼，叫做 impure，非纯粹公共财。非纯粹公共财是绝对影响到咱人的生活。我若住伫公园边，空气较好，会较健康。啊，运动的所在嘛有，互我精神较好。啊，那你我若住伫即个焚化炉边啊，啊，凄惨嘛，所以完全即个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健康啦，生活的特殊啦。啊，所以你焚化炉边啊的房地产介绍会较低，土地会较低。啊，那伫公园边啊。啊，是学校边，而且个房地产也介绍较悬，啊，土地也较悬，啊，就不同款。所以我专门是研究地方的财政的吼，啊，对都市经济较了解，啊，就对这方面吼，互我真方便。我伫过去的这个工作上吼，真趣味安尼。啊，我讲啊，这个所在哦，上半段我讲啊，这个所在，啊，过来我要讲政策。我要举三个例讲，台湾过去的三个经济政策，安怎予咱台湾人沉沦，搁再予咱台湾人凄惨过去过去的二十冬的生活。我讲啊，这个所在来休困一下，谢谢。起立。立正，行嘞。休困十分钟。